第16届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星期五在新加坡开幕，澳大利亚总理在开幕参会上呼吁与会国家遵守规则。与此同时，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一些亚太国家的质疑。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新加坡采访这次安全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各位好。李宝，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在这次香格里拉的对话中是发表了主题演讲。那么他这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对，这次演讲的主题呢，他是用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发表这个演讲。那么大家呢期待的就是说，说他能够说出澳大利亚到底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的安全。 这个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那么他是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在这个40分钟的这个节目中呢，说出了澳大利亚的期待。澳大利亚的期待就是什么呢？大家都要遵守这个以规则啊，这个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而且大家都不要去做那些违反规则的事情。他用了一个中国人喜欢用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他说呢，这样做呢是很不合适的。那么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呢，在今天早些时候呢，星期五的早些时候呢，就是说，也在一次的会议中说呢，澳大利亚呢确实是能够，这个起到地区的领导角色，至少可以担当一部分的领导角色。那么我们来听听啊，这位国防部长的说法，谢谢。保持基于规则的架构。 因为有了这个架构，我们才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要合作，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夺取和建造领土，或在有争议地区实施军事化。这也意味着在国际法的框架下竞争，而不是通过腐败、干预或胁迫等手段赢得自己的利益。好，刚才是澳大利亚总理他的说法，他在今天这个。 在开幕式上的说法，然后呢，他的国防部长佩恩呢，也在这个早些时候呢，说出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心声。我们来听听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说法，谢谢。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对充满变数、挑战性很大的地区战略环境做出回应。Strategic environment. 那么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呢，其实呢，亚太许多的国家呢，也在评估他们。 他们各自的这个还有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到底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自救的方式，还是应该在一起合作防卫这样一些措施来面对这个亚洲的安全挑战？我们，李宝，我们知道美国是派出了比往年更加强大的阵容来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啊，但是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似乎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并不感到乐观，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呢，就是跟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有关啊，比如说，在这个刚才在节目中提到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些确实是让包括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这样的这些美国的亲朋好友啊，对这个行动，美国的行动感到非常的失望。另外还有一些包括退出 TPP 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一些这个做法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不满意。但是呢，他们还是认为呢，这个美国应该。 这个也是有能力采取这个领导角色的。我采访了一下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的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呢，他对美国之音说呢，他说川普总统的这些做法呢，其实呢使得马蒂斯部长在接下来大概5个小时以后发表的这个演讲呢，使得他的这个工作特别难做。我们来听听钟先生的说法。 美国自称我们要保持领导地位，但你却退出跨太平洋合作关系，还要对实行了约20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举行谈判。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做法自相矛盾，不符合逻辑。你不能一方面说要保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所以我认为马蒂斯将军如果明天早上要谈美国领导地位的话，他的任务会很艰巨。那尽管如此啊，就是说很多国家的代表说，虽然他这个马蒂斯的这个工作不好做，另外呢，这个川普总统这样的这些做法呢，令他们不满意，但是他们还是会非常聚精会神的来听这个马蒂斯部长呢，过个几个小时以后的这个发言。 李宝，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代表团的级别这次和往年比更低了。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降低了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愿望呢？
根据主办方的说法呢，不是。还有呢，根据我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所了解到，直接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官员跟他们聊，他们都不认为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们认为这一次呢，之所以派不出这个四星级、三星级的这样的大将或者是中将或者上将来这个领导率队，加入这个这次的相会的会这个论坛的话呢，是因为中国国内本身的情况，包括一些军队改革，还有十九大即将召开，中国本身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样去一个应对这些怎么跟这个地区的国家来建立这样的联系，所以呢，在目前情况下呢，派出中将一级的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他们保证会在下一届的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当中呢，派出更高级别的这个官员来代表中国，来表达中国的立场，然后呢，跟中国的其他一些邻国一起呢，为着这个地区的和平、地区安全和和平努力。嗯，好的，谢谢李宝在新加坡的连线报道。